微博这样，然后对，然后慢慢去了解一些欧洲的文化什么的。然后我出国的时候还发那个笑话，因为就是怎么样，我先前不知道就是保养品不能放行李箱，就是托运的，因为我转两次航班，然后就是结果就是被扣了，在索维纳时候行李也被扣了，然后我还以为被偷了。然后就是三天都没有衣服，就是都跟新的烘家就是烘家就寄来穿的。然后我觉得，这段时间这一年对我来说改变我很大，因为我出国以前，我对我的未来还有我的人生其实蛮没有想法的。然后出国之后，然后让我看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改变我的人生观跟我的价值观。然后其实影响我最大的，除了文化冲击，还有就是家庭，因为其实我跟文社很，就是我们说每个礼拜一次例会，其实很少接触，然后最最跟我最大接的，就是跟我接触的是家庭，然后我的第一个家庭就很像我的就是亲生家庭一样，对，所以说我相处还不错，可是我的第二个家庭就有问题了，就是他们把我当柴油。有很多事情他们不会将汽车的事做，他都会叫我做。对，然后就我碰到一些问题，然后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很感谢，就是我们家老人也去问神父把你的资源，问说要怎么处理这样。然后第三个家庭就是我的社长，因为他发现我有上司一些底下的问题，所以他不敢把我交给别的家庭，所以他就让我去住他家这样。然后我在家里面学习到很多，就是我以前是在台湾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很宠我，所以我在家里其实很少做家事啊，很多那些，对，所以很少互动。可是就是这次出国之后，我发现其实跟家庭的互动其实很重要的。然后学校也是，学校我觉得文化冲击很大，不像是上课时间的问题，就是对，就。所以我现在很困扰，然后是，对，然后刚开始我都听不太懂他们的课，因为他们就是用匈牙利语教，其实我听的是外语班，就因为我听得懂。然后刚开始老师也对我很严苛，就是我会参加某堂考试啊什么，功课也要做，如果我一缺交什么，都会跟辅导社报告什么。然后后期他们就有一点就是觉得对我太严苛，他们也慢慢放弃我，所以。然后后来发现就是，对，因为他们，对，到后期之后我就没有参加任何考试，就坐在旁边这样。然后，就其实我觉得去欧洲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像我后来有去欧洲旅行，然后我去大概差不多十个在以上的国家，然后我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，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士，对。差不多应该，然后就知道就是王凯这些同事给我的机会，就是在网上等我去跟他们听我心事什么，然后我爸妈也不怕我一天打给他们，去找他们睡眠，然后对这样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。